阿凤，阿凤，阿凤。我什么事儿啊？走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来，你一定要把这个亲手交给希若小姐，知道吗？这是我们家二少爷的信，说是有很重要的事情。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。你一定要小心啊，不要让其他人知道。嗯，我明白。行，那你先回去吧，有事我再来找你。好像是林家的家丁，他来找阿凤干嘛？完了，这里肯定有蹊跷。站住！干什么？你刚才在门口跟林家的人鬼鬼祟祟做什么？干你什么事？你给我站住！你站住！放开我！你走开！你打我！你！你敢打我！你松手啊！你！什么？你慢慢说。你说看到你二娘偷偷见一个男人？啊，是啊，爹，你不知道啊，前两天那个男人还来过我们黄记呢，拿出一张药方。说要找懂医的人，找出里面的玄机。你来看看，是不是这个方子？啊？啊，对，就是这个方子。爹，里面说的是什么？你先告诉我，你看到的那个男的什么样子？这个男人大概60身高，穿的挺体面的，是个光头。爹，这人是谁啊？你们认识吗？什么事了，姑婆？这是昌言少爷要我交给希若小姐的，他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希若小姐，现在只能你来帮我交给他了。我想，阿祥一定不会放过我，他一定会让四锦小姐来收拾我的。也好，我会交给希若的。你呀，赶快去梳洗一下，等会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千万不能承认这封信的存在，啊？嗯，快去吧。雅坤呐，都是你爹做的孽，看来这一次真的是大祸临头了。爹，您真的害了二娘全家啊！哎呀，我怎么会呢？我怎么会要灭安家的门呢？都是你看到的那个男的，那个男的他叫李大海。他当时就利用爹的一丝贪心，所以。这么说，李大海和二娘联系上，就有可能报复您跟我们黄家了。哎呀，应该不会。当年我跟你二娘有个约定。只要我保护好他和希若，他就会把安家秘方交给我，而且永远不会背叛我们。可是爹，现在不一样了。那个时候二娘无依无靠，只能靠我们黄家。可是现在李大海找上门来了，说不定要闹出什么事情来呢。而且我听说，二娘她早就想走了，只是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。
而且我还听说，他们好像有什么约定似的。不行，这不行啊！姚坤，我看你娘说的对，现在你应该赶紧把西若娶过门。走走走，回家吧，跟你娘商量一下。哦。这个阿凤也太过分了，他居然把你打成这样。还有那个喜婆，他看到阿凤打我，不但没有帮忙，他还说我的不是啊，小姐。还不是因为阿凤是那个喜婆的亲戚吗？打狗也要看主人，简直太过分了。小姐，你一定要帮我，小姐，一定要帮我。你告诉我，你确定阿凤真的藏了东西了吗？我。对，他鬼鬼祟祟的，肯定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呀，小姐。走。少爷，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放心吧，少爷，我是亲手交给阿凤的。阿凤也答应我一定会给西若小姐的。但愿她能看得到。臭丫头，竟敢打我的阿香，我看你活得不耐烦了。不是的，不是什么也不是，把你藏的东西给我拿出来，听见没有？四锦，你在干什么？娘，这个死丫头偷了府里的东西，我让她交出来。大太太，你知道喜婆跟随你这么多年，手脚是很干净的。阿凤虽然是个乡下孩子，他是很老实的，他是一定不会拿府里的东西的。要是真的查出来，我愿意替他受罚。我看，阿凤自从来我们皇家，倒是勤勤恳恳，老实巴交的。我想他不会干出什么傻事来。喜婆啊，你是我的奶娘，我一直都相信你的，但是你可千万不要辜负我。要是让我查出你有半点对不起我们皇家，可别怪我让你老无所依呀。是是，喜婆不敢。四锦，我跟你爹正在商量我们和林家的婚事，你自己应该知道做些什么了吧？不要到时候嫁过去什么都不懂，让林家小瞧了你。娘，你放心吧，我好好学药膳。阿香，你这什么样子？你是小姐的贴身丫鬟，就更该懂得规矩和礼数。不要到时候跟小姐陪嫁过去，让林家挑我们皇家不是。大太太，阿香知道错了。都散了吧，各忙各的。是。别以为我娘能给你撑腰，你给我等着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有话跟你说，走进屋去。小姐，您着什么急呢？阿香，你真能肯定我娘什么都没说啊？我看太太是生你的气呢。她肯定不是气我下药的事情，而是她知道我根本就不懂药膳这事儿。西若学会了这事，他会传出去吗？他要是留在皇府，药膳肯定就不会传出去。如果他被林家拐跑了，那这事就说不定了。那到时候林家就比皇家更厉害了，
所以我娘现在就让我嫁到林家去，这两家和一家就没有谁厉害谁不厉害这出了，都是自己家族产业，肯定还是要护着的。可是希若还要跑怎么办？所以不能让希若跑了，要是希若跑了，我和超华的婚事就没有办法顺利进行了。去，你现在去看大门，让家丁守着，谁也不准进出，快去。我这就去。这个死哑巴想逃，一定等到我方四锦嫁出去才行。超言，你真的要离开西城吗？哥，不瞒你说，我早就想去上海了，那里有我的朋友和我真正的事业。事业？朝言，你知不知道你们所做的事那可是要掉脑袋的。我知道你们不可能理解我，我也知道去完成那些事业很艰难，但是哥，你想想，这件事情总要有人去做的吧。啊，难道你永远想生活在这黑暗腐朽的社会里吗？啊，远的咱就不说了，就拿咱们西城来说，就拿咱们家和皇家来说，你不觉得很可笑很可悲吗？可是你有想过爹和娘吗？他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我们，如果我也像你一样，那么他们最后的结果又会是怎样的呢？我知道我这么做很不孝，可是并不代表我对我的国家和民族不忠不义。我知道我想要什么，我只是想要幸福自在的生活，并不是向他们妥协，去接受什么包办婚姻。哥，你好好想想，你也年轻，你也有才华，你出去会有更广阔的天地的。好了，你不要和我说这些了。即便我没有那么远大的理想，但是我也不会抹杀你的理想。哥，你愿意帮我吗？希若，希若，在屋里吗？希若，你在屋里吗？希若，希若，你在吗？希婆，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呀，你在干什么呢？啊，太太，超元少爷让我把这个交给希若小姐。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目前只有我和阿凤知道。那就好。啊，喜婆，你快回去吧，别让他们多心。好。我只想问你，如果你离开这里，你愿意带希若一起走吗？哥，你可能不相信我，觉得我年少轻狂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对希若是真心的。不，我很相信你。我也相信你对希若的感情是真挚的。
所以我决定帮你们。真的？你不但不阻拦我们，还帮我们？我知道很多事情都很难做，但是如果不是你，希若这一辈子都要待在皇家，被当作筹码一样的交易着。即便我不怀疑雅坤对他的爱，但是他那只是战友，他不会像你这样渴望着给希若幸福和自由。雅坤想要的就只是拥有希若，他觉得这样就是给希若幸福了。哥，我真没想到你把事情看得这么清楚，我还一直以为你和爹娘一样是已经变成老古董了呢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之间就不要互相吹捧了，眼前要看的就是什么时候走，怎么走。好的哥。娘，您这是做什么？希若，娘一直没有离开过你，现在你长大了，可以离开了。何况还有超言跟你在一起，娘放心。超言，娘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看看吧，这是超言给你的。黄月娜要把四锦嫁给超言，就是希望你能死了对超言的心，乖乖地留在皇府。希若，娘知道你喜欢超言，娘也看得出来，超言他是真心对你的。去吧，娘不会阻止你的。其实我一直以来都很希望你能够离开这个地方，可是事情不从人愿。现在好了，你能够离开这儿，终于可以走了。娘，那您跟我们一起走吗？娘还有一些事情要做，等你们安顿好了之后，我就会去找你们的。不，我不要丢下娘，我要和娘在一起。傻孩子，娘也舍不得离开你，但是如果你不走，黄月娜会逼着你嫁给雅坤的。娘老实告诉你，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安家的秘方。这十几年来，我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幌子，只为了你能有一个安身之处。可是现在我担心这个秘密恐怕再也瞒不了了，所以你一定要赶快走。等你安顿好了，娘很快就会来找你的。啊，娘，我舍不得你，我也害怕。乖，别怕，娘一定会来找你们的，很快。娘，刚才你帮着喜婆袒护阿凤，害得我多没面子。哼，你不回去好好养着等出嫁，还过来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啊？你不是一心想嫁给林超华？我都跟林家商量好了，等他们回去自然就会过来下聘礼的。娘，我是怕……怕什么？怕林超华不娶你？你放心吧，我有办法让他娶你。哎呀，我不是怕这个，我是怕那个哑巴再走了。哼，我皇家虽然不是皇宫，但怎么说也是个家丁兴旺，我就不相信
一堆人能压不住个哑巴？别怕，啊。爹，雅坤，你们一起回来了。叶子，来一起坐吧。我跟雅坤商量好了，和林家的婚事要赶紧提前。这是怎么了？你们一个比一个急。娘，我实话说了吧，二娘可能有事瞒着我们。她跟那个给我们药方的男人有秘密来往，弄不好，她可能会伙同那个男人来算计我们皇家。慢慢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是这样的，看来这安天兰真是有备而来了。娘，你看看我没说错吧？我都说了，二娘这几天好奇怪的。你就少说几句吧，先回去。我和你爹还有雅坤要商量事。这么说，安天兰的秘方李大海知道了吗？应该还没有。我听到他们好像还有争吵，应该没有谈拢。看看，现在终于知道谁是真是假了吧？我都搞不清了，为什么他要这么做？说到底，我们对他俩母女也不薄啊。哼，你别自作多情了，他可是一直恨着你，别忘了。你可是害他安家灭门呢。老爷，太太，林家老爷来了。啊，那么晚了他来干嘛？是我让他来谈四锦婚事的。啊，那好，赶紧跟他说一下婚事提前的事情。知道了，我会的。老爷，还有一件事。怎么了？二太太叫我请您过去，她说有事跟您商量。她要做什么？喜婆，你请林老爷在前厅候着，我这就去。哎，你去看看安天兰到底想干嘛，记住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。行行行，我有分寸。你让家丁盯得紧一些，这两天绝不可以再出乱子。好，娘，我这就去办。天兰，你找我？对。嗯，什么事啊？这个。你看得懂吗？什么？这会不会太急了？怎么会呢？四锦是一心只想嫁给超华。我想了又想，毕竟这十几年你都没有尽过父亲的责任，现在总该有一些父亲的关怀吧。是，我是对不住四姐。如果能够弥补一点，哪怕就那么一点点，我都绝对不会推卸的。我真的对不起你和女儿，我真的无法想象，这么多年，你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？我受罪是应该的，谁叫我当时不听话呢？可是，我可从来没有让女儿受过一点的苦。我只想让她幸福。如果她嫁过去，你就可以照顾她，这样，我就是闭眼了，我也安心了。可是这么急，方老爷他没意见吗？他呀，高兴都来不及，
你想想，在这西城，有什么能比得上咱们两家联姻还要好上加好的事呢？好吧，我尽量去办。记住，三天后就是好日子。虽然时间是有点紧促，但是可办的要办的事可不能少啊，总不能让女儿吃亏啊。是，是。时候也不早了，就不送了，你走吧。想必你该知道，这个是从哪儿来的。哎，这不是你刚给我的吗？我怎么会知道？明人面前不说暗话，方景谦，我只想问你一句：你当初离开安家的时候，你真的什么都没拿吗？是，我离开安家的时候拿了些东西，但我不可能拿到秘方，你很清楚的。你当然没有，我娘怎么可能会把秘方摆在明显的地方，等着你这只白眼狼呢？是，在你心里头，我永远是害死安家的凶手。这些事都过去了，就算我曾经心里头有恨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你对我还有希若的恩，也可以抵了。就是啊，是啊，天兰。天兰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更不要说雅坤跟希若结婚以后，对不对？我想看看你从安家带出来的东西。这怎么，你不相信我？没有，但是我就跟你说实话吧，这么多年来，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把安家的秘方告诉你？那是因为我并没有秘方的全部。什么？李大海找我只有一个目的，他希望我能够跟他联手。那你现在知道秘方了？秘方是由许多不同的部分所组成的，所以我想要看看你从安家带出来的东西，也许能从那里面找出一点玄机。是是，我明白。是的，你等着啊。没什么东西要收拾的，反正到了上海也有人帮忙。嗯，这个你先拿着，会用得上的。哥，谢谢啊。先别说这么多了，你收拾一下，我已经叫阿虎去黄埔了。去黄埔干嘛？我让阿虎想办法找到阿凤，状告希若，准备离开了。离开？现在啊！我刚才去找娘的时候，在门口听到爹和娘商量，要三日之内完婚。三天？他们想干什么呀？他们？嘘！我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皇甫又来逼婚了。但是，爹为什么会妥协，我也不清楚啊。
不是，那我走了你怎么办呢？我想了想，觉得事情的蹊跷在于，黄甫想尽一切办法要破坏你和希若的感情，为的是让希若死心嫁给雅坤。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，只有希若他娘是最清楚的，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去弄明白了。超言，等以后你和希若在一起的时候再慢慢弄明白啊。那我现在该做些什么呀？你先把灯关上，假装睡着了，如果爹娘没有来找你的话，等夜深了我就安排你走啊。不过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出去，因为门口有人盯着的。哎哥，我知道有条暗道，我从来没跟爹娘提起过。真的吗？啊，哥你放心吧，我到了上海会马上跟你联系的。嗯，那你准备一下，我去看看。嗯，你看看，这是我娘的信物。可以留给我做个纪念吗？你拿去吧，这都是我亏欠你跟师娘的啊。这个，啊，这些也都是我娘收藏的。对，我不知道这全不全，我就拿了这么多。就别骗我了，啊，好吗？你放心，我要是找到了，我一定会告诉你。就当做我们母女回报你的恩情。啊，好，那你好好看，我先回去了。阿凤，阿凤，阿虎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没时间多说了，你回去让希若小姐准备好，天亮之前我们少爷会来接她。啊，是去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少爷只说如果这次不走的话就再也没有机会了。阿凤啊，到完了没有啊？哎，快了，我知道了。
没问我就把东西给安天蓝了。哎呀，我是想，天蓝既然答应我了，我们没有必要像贼一样防着他嘛。而且他主动跟我说李大海的事情，证明他根本没有背叛我们的心，也没有想过要离开这个家，对不对？哼，谁知道他想什么呢？这安天蓝呢，可不能小看。哎呀，好了，睡觉吧。你让他先找找，找到了，自然会告诉我。更何况，我根本就没给他钱，他跑出去拿什么生活？啊？那你要盯着些，尽快点。嗯，行了，睡吧。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只是阿虎说今天不走，以后就走不了了。这个拿好，或许你以后用得上。拿着，这是你外婆唯一的遗物了。你先走，等我们安顿好了之后，娘很快就会来找你们的。要走赶紧走啊，家丁现在盯得很紧，要不然就走不出去了。只能够冒险来试一试了，赶紧走吧。出了这道门，你就自由了。你自己要多保重。怎么会这样呢？你看看，千防万防还是让他给跑了。
什么时候了？你现在说这个有用吗？方锦前，你不要在这装糊涂，弄不好就是你和安天兰联合起来对付我。你误会了，这件事跟方锦前无关，希若是我放走的，有什么话你就冲着我来吧。你们给我说到底怎么回事。老爷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怎么知道二少爷去哪儿了？阿胡，你说。老爷，我真不知道二少爷去什么地方了，可他昨天早早就歇着了。阿叔，你老实告诉我，朝颜是不是和你们串通好走的？为什么他走之前一点征兆都没有？太太，你冤枉死阿双了，我要是早知道他会离家出走，我怎么会不告诉您呢？天哪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下我们怎么办？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我们要去皇家小姐，帖子也发了，日子也定了，这该怎么办？阿虎，你给我老实说，如果你不说实话，我家法伺候。爹，您别难为他们了，他们什么都不知道。赵华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知道超言在哪儿？赵华，不是这样的，你不会这么做的。爹，娘，孩儿不孝，的确是我把超言放走的。